我是霍儿，今天来到了花莲。一早从台北坐自强号，经历了2个小时，现在到了花莲。然后我之前有在 Klook 上面订车，租车嘛。然后我刚才去取了车之后，我开来了一个叫做铁道文化园区。这里呢有很大的停车场，我也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停，我就停在这里，也不确定要不要收钱。然后花莲今天的天气也太好了吧，出大太阳大晴天，然后我忘了带防晒乳。我好像太早来了，现在才10点多，然后店家都没有开。我发现他这边好多 Food Panda 哦，就是在他们这些店家还没有开之前就在这里等了。然后因为现在店家都没开，我看有一间咖啡厅好像有开，我可能先来里面坐一下，我真的太早来了。春田咖啡，我找不到入口进去。这个是椰子树吗？这棵椰子树好漂亮哦。我找到入口了，一进来这边是花园，应该算是小花圃。啊，这个帽子超可爱的哦。它这里种满了各种的植物还有树木，哎，看这边又有椰子树，哇，真的好有氛围哦。这间咖啡厅的建筑物它就是有一点那种三角形，那边斜下去又这边斜下去，然后上面挑高，然后旁边就是有窗户，还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虽然外面是车道，但是坐在这里用餐喝咖啡也是一种很享受的气氛。然后我选择坐在窗边，可以看这个花花草草，然后边吃我的午餐。其实我午餐原本是要去黑点师那边吃那个卤肉饭，但是因为它11点半才开，跟我的行程有一点搭不上线，我想说看看晚餐有没有机会，那我中餐就先来这里吃餐点。现在进来它这边的洗手间，超酷的耶。这边是镜子洗手台，然后还有超多的这个花花草草的，也没有花啦，就是盆栽。然后这边就是上厕所的地方，这边还要再走过去才是男厕，男生在那里。哇，欸，你们要这样绕绕绕才能上到厕所哦。因为我来的时间太早了，我是第一个客人，所以呢他的饭还没煮，然后等一下主餐才会上。他先上了这个沙拉，水果沙拉跟汤。过了一下下之后，我的饭菜来了，然后还有我的主餐，黑胡椒煎烤鸡腿排。好，这个是柚子茶。刚才吃完东西之后，现在来到了好像叫做花莲文创园区，带你们看一下。可是好像也没开耶。这个是走进来里面的样子，复古风格。我没有来过这里，就有一点不知道怎么介绍。走在这里面，听到有一个阿伯在唱歌，他在唱日文歌。超厉害的啦。好像有开耶，你们看前面都有亮灯，然后也有人在那边走来走去，去看看吧。它这边里面就是有市集的样子，看这边全部都是逛的。你们看，还有这个很像富士山的一个小钱包。
结果是要收费的啦。它这个地板有写收费停车，这样的话是多少呢？我等下自己算一下，我现在看不懂。耶、yeah, 终于上车了，外面真的超热的。我现在车子里面一直狂开冷气，刚才买了这些杯垫，我觉得它很有质感，然后又很漂亮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咯。好咯，现在下午差不多一点的时间，我现在要前往吉安庆修院。这个地方呢是很像日本的一个地方，带你们去看看，因为我还没有去过，我是上网看的，走吧。哇，这次停车有进步咯，方方正正的倒车入库成功。吉安庆修院这边有免费的停车场哦，刚刚就是停在那边。来到这里很像回到日本的感觉一样，他那里一样有那个，好笑哦。虽然在日本已经体验过很多次了，但是现在在台湾我觉得真的好酷哦。因为一手拿着 GoPro， 所以我没办法另外一手这样。这里居然还有不动明王，我真的是。虽然在日本投过很多，但是回台湾还是。意思意思一下，这要敲一下啊！它这里面还可以绕一圈哦，就是往后走。哎呦，我错了，没有绕一圈，因为它到这里就没路了。因为我刚才看别人有绕一圈，我想说。啊，那他们应该是走到这里就没路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说错了。这里也有欧米酷记。可以抽一个10块钱，好便宜哟、哦！先吹个冷气，冷静一下。我等一下要去预展落雨松。为什么我都要在车上讲我要去哪去哪？因为呢，等一下下车的时候，如果很多人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很尴尬，就拿着相机自己拍，这样讲话很尴尬。所以呢，我就先在车上讲一下我等一下要去哪，然后等一下下车如果很多人的时候呢，我就都不讲话，就直接荧幕往外拍就好了。车子停好了之后，就来到他对面这边先缴费。一个门票，大人的门票是50元，这边有写，就是成人50，小孩30。
然后缴完费用之后就再走到对面就可以直接进去参观咯。他要逃跑了，他要逃出来了，好恐怖哦，他要攻击我吗？这个是鸭子吗？鸭子过马路，鸭子的叫声好难听哦。我本来以为会很多人，结果我又来到一个几乎都没有人的地方，太好了！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是香菇哎，好特别哦，就这样长在上面。虽然这是尝试，但是亲眼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哇，好新鲜。结果这两只鸭子回来了，哎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超怕被攻击的。现在开始来喂鱼咯，哇，每只都一直要抢，哇，好像就是绕完一圈就没了，然后那一圈的里面就是都是那个落羽松，很漂亮，秋天的时候一定超美的，就是变成红叶那样子，只是我现在是有一点夏天来的，哇超热，现在要回去，我先去我今天住的地方。嗨，我现在已经到了晚上要住的地方，我一样会把今天晚上的住宿呢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非常推荐来这里哦。那我现在就先简单的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房间进来的门，再来这边是浴室、淋浴间，墙壁瓷砖都是用黑色系列的，然后这毛巾、吹风机，这边还有挂衣服的地方，然后小冰箱，还有吃饭的桌子，再来就是我的床。今天我只有一个人住，这边还有电视，我觉得它这边有点日式风格，如果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木板做成榻榻米的话，哇，应该是会更棒，更有日式风格感觉，我还蛮喜欢的，所以想要推荐给你们，这不是业配哦。
个人旅行的第二天，现在来到了货柜星巴克，超漂亮的，我这辈子还没来过。我现在要下车去了星巴克，超多人的。开到一半，看到这个沿路的海边，真的实在是太美了，所以忍不住下车看一下大海。我现在已经在泰鲁阁里面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了，它就一直往上开，我不知道会开去哪里，我就是照着那个 Google Map 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美景，真的是太狂了，超漂亮的啦！这里是台湾的花莲泰鲁阁，超美的。这个是卤肉饭跟卤白菜，刚才差点忘了拍影片，然后已经先搅散了。现在是第二天的下午5点了，今天第二天的影片我几乎没什么讲话，因为都在拍风景。如果是国外的朋友呢，如果你们想要来台湾玩的话，推荐一定要到花莲来，花莲台东真的是超漂亮超美的。然后我后来又有去吃的那个黑点师，终于吃到卤肉饭那个白菜超好吃的，也很推荐。
那我现在准备去还车，然后再耗个时间，就搭泰鲁阁回台北。那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咯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一定要一下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